今天到这边办事儿啊，发现人家路边上一个人家这狗生了一窝小狗，我再往前走母狗就该叫了，行不？我现在这个距离它还觉得是安全的，咱们再往前走一点，开始呼了。母狗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了。没事儿，我不打你小狗。嗯，旁边我看那边，那边好像是它的一个窝。这家也没有院墙，所以从街上就能看到这个车后边是它的狗。哈哈哈！咦，以为我喂你吃呢？咦，发现我不是喂他们的，又回去了。在这儿呢。跑了跑了。咦，过来来。这个年龄是最好玩的，这个小狗。它好玩不？叫他们，看他们来不来了。他不认识你。过去了。过去了就跑了。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这个母狗就开始冲我叫了。他的小狗都在这个地方呢，都藏到这里边去了，不出来了。大狗一叫，小狗就知道有危险，全躲在窝里边就不出来了。这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啊。嗯，算了，咱们别打扰它了。